翻译的经典流畅，那我们诵起来顺顺。那这个都是他在凉州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叫做后凉，永光的后凉，在秋之国的时候，那么西奈在学习的。好，那罗什这个时代，我们说之前就是道安的时代，就是波罗经啊，波罗经。那罗什是在也是就是在南北朝，就是在东晋五十六国的时代。那道安在他同时代，但是在不同的地方。罗什到中国的时候，道安已经往生了啊。那到了南北朝，我们大概知道，就是之前魏晋南北朝是在佛教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罗什那个时代啊，那对我们就是罗什的翻译经典对我们影响很多。那他那个时代是在大概东晋那个时代，不过他跟道安彼此仰慕，但是一个在中国，道安那个时候在襄阳。啊，罗什在秋之国，苻坚我们把它叫做前秦，苻坚跟姚兴这两个人都信奉佛法。那苻坚是很重视道安的，然后他听道安说啊，这个秋之国有一个圣人啊，就是非常厉害的，那么希望把他请过来，所以他才派永光去秋之国请罗什过来。然后你知道他又去攻打西晋，结果淝水之战就是兵败，百万大军打不过人家几万人啊。那么后来啊，姚兴又再去啊，把打败这个吕光的儿子吕荣啊，又把罗什请过来。那苻坚当时攻襄阳的时候，也是派十万大军攻襄阳，他曾经跟他部属说：“我十万大军只得到一个半人。”一个就是道安，半个就是洗澡子，洗澡子是当时的名士。那罗什后来，罗什翻译了非常多的经典，他翻译的经典啊74部，384卷，但是留下来的只有52部，有22部不见了啊，就不知道在哪里，89不见了啊，有302卷。玄奘大师带很多经典过来，翻译的也只有1/3，32没有翻。现在也不见了，那这方面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我们说罗什还没过来之前，已经有一种学习的风气，就是大家研究经典。那个时候只有读经没有诵经的，那个时候只有读经研究经典没有诵经的。那现在就是讲经读经研究经典经论啊，不过现在就比较大部分都是诵经，很少在读经的或是研究经典的。啊，就是翻过来，反过来，啊，那个时候很流行啊，就是波罗经的时代，罗什还没来，啊，但是罗什来了之后，波罗经流行之后，那么就是进入所谓的南北朝，啊，那个时候罗什已经过来，那翻译了很多经典，造成南北朝佛教非常兴盛，非常兴盛。那南北朝佛教有两个很重要的人，啊，都是皇帝，一个是非常崇佛。历来的皇帝非常多，多数这个时代的皇帝大部分都学佛，啊，虽然有31宗，但是都影响不是很大，啊，那就是从这个之后，基本上多数的皇帝都是护持佛教的多了，但是护持佛教里面，皇帝护持佛教历史上，梁武帝讲第二名，没有人敢讲第一名，而且梁武帝他自己出家几次，啊，就舍身给师弟了。然后再叫大臣把他赎回来。那梁武帝自己是很用功的，他又鼓励大家受菩萨戒，啊，鼓励受菩萨戒，鼓励吃素，啊，素鸭素鱼这个其实是梁武帝时代就有了，啊，那梁武帝对我们的影响非常深，啊，但后来我们拜的梁王宝忏那个其实不是梁武帝的，我们的梁王宝忏是经过编辑，那跟梁武帝的关系不大，梁武帝有请人家啊，收集啊，经论里面啊，就是那个志工啊，请人收集啊，怎么忏悔的？后来这个变成六道慈忏，六道慈忏后来变成梁王宝忏啊，其实是这样的啊。好，那这个是梁武帝，另外一个就是北朝的北魏太武帝，不太武帝魏朝，北朝有三个嘛，北魏、北秦、北周啊。那么北朝基本上都比较像北周武帝也是灭佛的，351宗嘛。特别是北魏太武帝，
北魏太明院的灭佛是很彻底的，啊，在北魏的那个洛阳，他北魏的那个地方，只要是出家人，你不还俗的，然后基本上都会被处死，没有逃掉的。那在家人如果敢谄媚出家人，全家也要遭处死，所有的佛像全部都，我说寺庙全部都毁坏，啊，所以北魏太明院的灭佛是很彻底的。但是基本上还好，都不到一年了，多少年就没有了。那它造成的影响就是佛教意识，佛教意识。北魏太祖第一面佛没多久之后就死掉了，啊，那么后来他的孙子啊文成帝继位，就为了替他的爷爷赎罪，然后又他之前的皇帝祈福，那个时候的人的。祈福赎罪基本上都是照佛像写经典，啊，基本上不是像我们现在啊，都牌位啊、点灯啊，他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的，他那个时候就是先照佛像啊，先照寺院啊，抄写经典，啊，那所以文成帝就造了在云冈造了五窟，啊，云冈五窟，福远佛学院那个佛像基本上就是云冈五窟里面那个主要的，啊，那就因为云冈十窟的兴建。就带动这个风气，后来不是有洛阳石窟，武则天造了一个卢舍那佛啊，现在还留着，那个也很壮观。那个其实都是受云冈石窟，然后后来敦煌很早就有了，但是敦煌那个时候没那么先，所以后来敦煌又开始刻，就造成很多地方的石窟，就佛教艺术开始发展。其实就是从北魏太祖灭佛之后，云冈造这个五窟石佛像要灭佛祈福啊，总共有五个，就是过去的皇帝。那么对佛教就影响很大啊，艺术的影响，其实从佛教艺术的起源，其实是从云冈石窟开始。当然，敦煌石窟更早就有，但是那个时候还没影响。所以云冈石窟之后，就有大湖的龙门石窟，啊，就开始很多很多的石窟。那佛教艺术啊，就开始，其实是因为北魏太祖的灭佛之后，那文成帝为了赎罪，那复兴佛教，然后开始造石窟。那梁武帝是非常崇佛第一名的。北魏太祖也是灭佛第一名的，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好，那南北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代。那学习佛法进入学派，就是大家依各具不同的经论来学习，然后师资相承，这个叫学派。啊，学习俱舍论的叫做俱舍学派，学习诚实论的叫做诚实学派，学习人前经的叫做人前学派，学习阿毗昙的叫做毗昙学派，就非常非常多的学派。学派跟宗派不一样，啊，那么它就是依据这本经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学习大智度论，就叫做智论学派啊，就是老师教给学生，学生就教啊，就这样啊，依据这本经啊，或这本论啊，那成为一个师资相承。宗派不是，宗派就是可能是一边一种经典论，然后一个宗旨。那学派之后就进入隋唐啊，就进入宗派。啊，就有所我们说宗派里面最早就在隋朝，隋朝的隋文帝也是非常护持佛教的，因为他以前是比丘尼跟他养大，啊，那个比丘尼跟他讲，你以后会做皇帝，以后要护持佛教，他真的做皇帝啊，所以他都非常护持佛教。那护持佛教，他是第一个在国家盖国立佛教大学的，隋文帝盖国立的佛教大学，佛教大学里面啊就分有很多科系。那个时候流行的就是南北朝之后开始流行，虽然南北朝之前有般若经，但是南北朝之后是流行，我们说真禅观心涅槃经，南北朝是流行涅槃经的，涅槃学派当时是一个很热门的，那尤其是道生深空说法顽石点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皆能成佛这种观念，那当时是非常流行的，那所以中国大概从这个时候就是进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们就进入真禅唯心这个时代。好，那之前般若经还不完全是这么讲的。那罗什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很深啊。那我们诵的很多经，法华经啊，金刚经啊，其实很多经都是依罗什的。好，那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般若里面啊，可能就不然有人讲错啊，就是西元前五十年、西元五十年、一百五十年跟两百年啊，大概是它的流行是这样。那隋唐就进入三论宗，然后进入宗派。那进入宗派之后，啊，后面啊就是我们说的宋元明清，这个是
佛教到这里是顶点的，到这里是顶点的，之后就开始衰败。佛教从南北朝开始兴起，这个到达顶峰，隋唐到达顶点，那从顶点就往下降，应该是这样。比如说从这啊，从这个秦朝啊，应该是汉朝正式传进来，从汉朝这样啊，到南北朝啊，到隋唐啊，就这样慢慢起来。啊，到隋唐之后啊，开始啊，就宋元明清，然后之后就什么民国，民国又开始兴起了。那么宋元明清之后，佛教就开始又往下掉。啊，到了民国这里又开始，我们又开始要往上，但是还没啊，就差不多这样。宋朝之后啊，就是隋唐，宋朝之后有点战乱，宋朝大概八宗只剩下禅宗跟净土宗，禅跟净土。哎，天台也势力，其他的这些小学派的基本上势力都弱了。那么禅宗跟净土宗还很兴盛，啊，到元朝，元朝是喇嘛教的，啊，那么民间基本上还是禅宗净土宗，啊，但是基本上禅宗也慢慢没落了，只剩下净土宗，啊，所以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派，最后都是往生净土的，不管你是修唯识的，啊，修律宗的。修天台的，修禅宗的，最后都念佛。就算你修禅宗的，我们的禅本日诵就是后来禅宗的早晚课，禅本日诵，晚课诵阿弥陀经。你看，这以前没有，后来就是到了宋元明清这个时候，禅本日诵禅宗早期念佛要素火三天的，后来变成，如果有人死了也是念佛，然后。晚课诵阿弥陀经，你看他已经改变了。那到宋元明清啊，清末这个佛教都已经是到宋朝开始就进入啊金灿的时代，就已经进入金灿的时代啊，就诵经啊什么，甚至是啊就是拜忏就多了。那元朝啊，就是他拜忏的，不过宋朝有一个贡献，宋朝就是有大藏经啊，那这个贡献是很大的。他研究历史，那到元朝啊，我们往生做超度佛事是从元朝开始的，啊，我们从往生出家人往生做佛事是从元朝开始的。元朝以前啊，往生没有做超度佛事的，没有的。元朝之后才有，啊，那尤其在明朝，啊，明朝朱元璋是做皇帝的，开国皇帝的。朱元璋以前是小沙弥来的，然后他对佛教敬得很厉害，而且出家人分三等。你是诵经的，你是讲经的，啊，你是禅修讲，就是这个禅修的，啊，那么一出家就要先，你要进入哪一派？衣服不一样，只有做佛事的，啊，诵经的可以跟民众接触，其他的人不行，要在寺院里面，啊，那讲经是明定价码的，啊，比如说拜一部两本宝忏要多少人，要多少钱，啊，那么那个主法的。有三个主要的有多少钱，其他的有多少钱，都定好了，这定好价格了。这个是从明朝就开始这样了，清朝就更不用讲了，啊，就基本上都是诵经拜忏的多了，拜五忏、五忏、什么忏，越来越多。那到这里已经是佛教已经是到顶点，到民国之后开始用，啊，又大家从这个民国啊，从这个。这个金陵科技就开始用研究佛学，开始，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对佛法都，明清时代大家对佛法都没有什么理解，啊，那靠四大师，莲池大师、藕益大师、憨山大师、止佛大师，明末四大师，清末也四大师，啊，明末清末都靠这四大师，但是也撑不起来。清末四大师就是清末明初，我们叫做明末清初。明朝末年，啊，明朝整个是没有的，明末清初到清朝这个阶段有所谓四大师。那清末明初就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啊，也有四大师，那稍微靠这四大师稍微撑住佛教，啊，明末清初四大师，啊，基本上还是都是念佛的多，啊，莲池大师，啊，藕益大师，憨山大师，比较没有说特别
弘一大师跟莲池大师都是净土啊，那还有一个紫佛大师，紫佛都是我们可能比较不知道啊，但是他是明所谓的明末清初四大师，有个紫佛大师是个性比较刚烈啊，那清末明初也是四大师，印光大师、虚云老和尚，印光大师也是这样，虚云老和尚是禅宗的，弘一大师啊绿的，还有什么太虚大师。那太虚大师底下，然后在民国那个时代啊，只要还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有居士啊，那么就是民国这个时代，很多居士都在提倡佛学、弘扬佛法，特别是监理科监处啊。那之后啊，之后就开始从玉顺导师开始啊，就是太虚大师之后之前就办了很多佛学院，太虚大师就开始办注重教育，他认为佛法的救生法就是在教育，因为开始那个时候佛教是很迷信的，那么认为你信佛就是迷信啊，那基督教又兴起，又要破佛教啊，那开始我们会有佛教会，基本上是从太虚大师那个时代开始不断提倡，因为那个时候政府很多信基督教的迫害佛教啊，寺庙建督条例就是要把寺庙征收为，把寺庙变成学堂，然后把寺庙的财产变成办教育的机会，那么很多佛教起来反抗，那么太虚大师最早是八指堕陀，八指堕陀领导民国的佛教，然后但是因为被那个基督教的部长当场打巴掌，忧愤而死，然后大家就请太虚大师出来啊来主持佛教，其实从这里开始，那么太虚大师认为佛法的希望在教育。大家对佛法都不认识，都只知道诵经拜忏，都不知道的佛法在讲些什么，所以这个是佛教的危机，开始办佛学院。那玉顺老师也就是因为这样啊，就那一个也是一监理科技处的这样的一个开始啊，然后他去到是各地办佛学院啊。那这个是我们现在稍微讲一下这个从鸠摩罗什之后，那么佛法开始啊，到唐朝。然后慢慢到宋元明初，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啊，开始讲究的又多了，然后就开始学习佛法的开始又多了，然后就慢慢理解佛教，然后学习佛法。好，那现在就是我们的大概讲大乘之前的前面，大概就是印证罗什啊，大概就介绍了。然后接下来正式我们就来讲这个大智度论啊，这前面有一个所谓的归境经，就是说在讲论印度人的习惯。在讲这个论之前，论我们说论是解释经的，论是解释经的，那是后代的佛弟子造论，就是造作这个论，写这个论，他都是用记的形式。通常写论哦，都是先写记啊，但是这个有时候不是，有时候就是直接解释，叫做长寒啊，长寒跟记诵。这个是两种最主要的体裁，我们说三藏十二部，就是十二种经论里面的十二种不同的方式，那么主要的就是长寒跟记诵啊这两种。那有些是先写记诵，然后再用记诵解释，就长寒啊造论啊，通常前面会放的归境三宝经。那为什么这样呢啊？那么在孙正理论有讲。那我们先说啊，多数有，但不是每个都有。但有一些经前面也有啊，那像藏传的就比较会有。那大圣的经多数前面没有啊，但是有些也有梵文本的，比如说梵文本的无量寿经前面也有归境三宝经，但我们翻的时候没有翻，把这个翻过来啊。那这个是大智论里面啊，它是造论，它通常会先归境三宝，然后写。为什么要写这一部论啊？那这个是大智论里面的归境佛宝啊。等一下还有什么其他三宝，等一下我们再来写。我们先讲这个归境三宝记这个概念。那他是这么说的：顺正理论是仲显写的，他原来不叫顺正理论，他原来叫做俱舍报论。就专门在批评俱舍论的啦，他原来叫做顺
然后因为世亲菩萨做的最后一部小圣论就是俱舍论，之后就做大圣论，转成大圣。然后他是在受一切有部学习的，总结这个他学习的佛法，因为有部他基本上一生六尘非常复杂。那世亲菩萨学习的时候，从这一些学习里面写了一本俱舍论。俱舍论其实是当时的佛法概论。他就讲，他其实他也简单拿了扼要，那么就是讲这个修学的这个整个的纲要，从有漏的原因果到无漏的原因果，我有讲缘起嘛，那有漏就是生死轮回的，因缘是什么？因为业嘛，因为烦恼啊，有什么业，有什么烦恼啊？因为这些业，因为这些烦恼，这些业就会造成三界六道就有哪些众生就很清楚。然后你由烦到圣，那么无漏的原因果是定跟慧，然后解脱啊。那么你要有定，有分哪些定啊？那慧有哪些慧啊？那哪样的解脱有四双八倍啊？那各灭什么烦恼，有怎么定慧的力量啊？就讲这个啊，其实非常，就是你要是看那个《大明王朝》，如果看那个《一生六祖》，你会觉得太复杂。那么世亲可以把这一些这么复杂的东西浓缩、归纳、整理成一个俱舍论佛法纲要，这个很厉害，一般做不到啊。他可以把那么多复杂的东西整理起来，简单、次第很清楚的俱舍论，那么是很厉害，所以他叫做聪明论。但是他的俱舍论虽然是以有部的理论来说的，但是他不以有部。他很多都是依经部，然后甚至是依其他的，所以他是综合的。但是这个众贤本来是有部的，他认为他本来刚造俱舍论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哇，都很厉害，厉害都读俱舍论。后来发现他讲的跟我们讲的不一样，所以这个开始就针对他讲的不一样的地方批评他。那么那个时候出了一个就是九二众贤，他就是专门在批评俱舍论，所以叫做俱舍报论，就是指出俱舍论哪里不对不对不对的地方，所以叫俱舍报论，叫众贤。那他要找这个世亲辩论，那世亲不要，那他也没有反对他，他就把他的俱舍报论改名，改做顺证理论，这也是这样的。后来我们就叫顺证理论了。好，那这个顺证理论啊，顺证理论讲到。归尽三宝经，他说诸欲造论，所以基本上跟他讲的比较有提到这个问题，其他的没有提到。诸欲造论说，一般要造这个论的论主啊，或造这个论，必有忠诚，忠诚就是传承啊，所忠所传承，那么与所尊奉有先规矩。那像俱舍论也有啊，俱舍论也有归尽三宝经啊。那么这个往生论里面啊，但是归尽三宝经不一定都有，就是它有归尽记的，我们叫做归尽记啊。比如说这个是归尽果，后面还有法跟身，等一下我们再来讲。那我们先讲归尽三宝经，有些也没有，但多数有。那像世亲菩萨后来造往生论，他就只有归尽经里面只有归尽佛宝而已啊。等一下我们举个例啊，就世亲的往生论啊，他只有归尽佛宝而已啊，没有法宝跟身宝。后面归尽经有时候后面还会写为什么要造这个经啊，就是造经的这样啊，还会写啊为什么造这个经，造这个经的原因。所以他后面有一个所谓的啊，他说我一修多罗，他的比较简单啊，那大智度论的就一般比较正常啊，就归尽三宝经。那我们是说从其他的地方来比较啊，我一修多罗啊，就是净土三经啊，我一修多罗真实功德相。说愿尽种子，
与佛教相应，与佛所教的相应。这个是在说，造记的本意，造用的意义，与佛教佛所教相应，契合于佛所教佛的教法。所以通常除了归敬三宝，等一下还有佛宝、自身宝，我们再来讲。先讲这个佛宝就好。这个是它只有佛宝记，只有佛宝，没有法宝、自身宝。然后后面有讲数论、数造论之一，所以有时候有四个，那么有时候就两个。这样我们说论就简单，归敬三宝里面以归敬佛宝做代表，然后后面就写造论的意义。为什么要写这一部论？但有些有讲四个，归敬三宝之后还写为什么要造这个论，大概论有这些差别。那我们也可以用印顺导师的，印顺导师的成佛之道，他也是寄诵，他也是比较我们说的类似像中经论，类似像这样。那成佛之道里面第一章就是归敬三宝，他的记就比较多。但是我们如果把归敬三宝，就是印顺导师的归敬三宝记，就是取他的主要的道理来说，我们可以参考，就是印顺导师的归敬三宝记，成佛之道里面的归敬三宝章，前点上就是你在造这一本、写这一本书、造这一本论之前，那么先想归敬三宝啊，例如像这样，注意造论必有忠诚。好，那印顺导师的归敬三宝记，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他说。就印顺导师的成佛之道，他写很多了，但是我们只举出重要归敬三宝的这一部分来说就好。佛宝就是他写正法以为生，敬畏以为命，自月朗救空，礼佛两足尊。大家应该比较熟，正法以为生，敬畏以为命。这个也是所谓的归敬三宝记，我们叫做法身慧命，同等之量。正法以为生，敬畏以为命，自月朗秋空，礼佛两足尊，明显的是归敬佛宝记。自月朗秋空，礼佛两足尊，我们可以跟这个大乘院的这个归敬佛宝记做比较。法宝记、身宝记还有等一下我们再来讲。那第二个这个是佛宝，这个是佛宝还有法宝秋景空俱落，所不及音乐。这个如果没有看书的，不知道他讲什么。比喻就讲无我的秋景空俱落，所不及音乐，就是用阿含经的比喻来讲，彼岸无权的理法理一准，理法理一准。两足尊、礼义尊、众尊尊，那就讲这个，这个是法，这个是佛，佛宝归敬佛宝，这个是法宝，然后身宝，然后他说这个依法以色身，何乐见得？依法以色身，何乐见得？和合安乐清净，那适合或离合。理生众中尊，我觉得这个归敬三宝经也写得很好，不过他写的很多了，我们只是取他主要适合或离合，适合或离合，理生众中尊，生是生前，有时候讲生前，有时候讲生，就是出家生、比丘生，理生众中尊。我们只是在讲到归敬三宝记，顺便把印顺导师的归敬三宝记拿出来给大家就做比较。还有我们可以再另外讲一个，就是互相比较。这个是大智慧院的龙树的龙树的归敬三宝记，这是印顺导师的归敬三宝记这个只是我们这一首佛宝而已，你们没有课本，
那里面有三宝。那另外我们可以再参考大圣起信论的归记三宝记啊，它比较简单，没那么多，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啊，大圣起信论是真谛翻译的，那但是应该不是马文造的啊，不知道谁造我不知道啊，但是它是真谛翻译的大圣起信论。大圣起信论的归记三宝记也简单，这个大圣论的归记三宝记就比较多，大圣起信论。真谛翻译的，啊，他是写马明照，啊，实际上不是马明照，马明是龙树之前的，啊，马明是一个文学家，龙树之前最有名的文学家，真谛翻译的。好，我们来看大圣起信论的归记三宝经，就是我们比较就会比较清楚，归命尽十方。这个跟往生论的也一样，往生论也是归命尽十方，归命尽十方，十方诸佛最胜业变之，就在讲，就在礼赞佛。变之其实是正变之，就断尽一切烦恼，摄无碍自在。爱自在就是大悲者，这个是佛宝，这个是佛宝，啊，那法宝跟身宝就也一样，啊，但是就是没有，它基本上即彼身体相，即彼身体相，即彼身体相，法性真如来，法性真如来，这个就法宝。就一个偈而已，啊，所以这个是法宝，啊，身宝也是一个偈而已，啊，啊，后面有造论的意思，所以我们说有时候它有归进佛宝、法宝、身宝，然后造论的本意有四个，那有的有三个，有的只有两个，就归进佛宝，然后造论的本意，啊，就有这些差别，啊，就单单归进三宝偈就有这些差别，那么这个是法宝。然后身宝是为即彼无量功德障如实修持的，这个是法宝，无量功德障，就依法修行的人，无量功德障，就是依法修行的，啊，那么如实修行的，啊，就这些四川八辈的这些如实修行的这些人，这个是身宝，这个是法宝，这个是身宝，就赞叹归尽三宝，佛法是三宝。后面还有一个经讲这个，讲这个为什么要写这一部论，跟那个往生论一样啊，他就写归尽佛宝，然后为什么写这部论啊？所以有时候归尽三宝经有四个层次啊，归尽佛、归尽法、归尽身，以及我为什么要造这个论。那有时候只有归尽佛啊，像往生论归尽佛，那我为什么造这个部论？有时候只有归尽三宝，就归尽佛、归尽法、归尽身，有时候也没有写，那多数都有写，那新旧人的习惯，多数都有写。好，那后面还有一个，为什么要造众生？为欲令众生。啊，他说我为什么要造这个论？述造论的本意啊，这一些因为老师什么知道，我就能查。为欲令众生，除以舍邪止。起大圣正信，佛种不断度。那么他就分成四个阶段啊，这个就是讲造论的意义。我为什么要写这部分？前面就是传统的归尽三宝经，那有一些归尽三宝经，佛宝、法宝、身宝都一样多，那多数都是佛宝啊，像这个也是一样，这是大圣起信论的归尽三宝经。那往生论呢，就只有佛宝以及为什么要造这部分啊？像大智度论基本上就是也是啊，归尽三宝经啊。大智度论的这个归尽身宝经讲的比较多，啊，那佛宝、法宝都没有那么多，那身宝讲的比较多啊。
所以他侧重的就不太一样，因为他的生宝还要讲到菩萨身，所以如果依大经论来讲，佛宝、法宝都是一个偈而已，但生宝有三个偈，生宝有三个偈，然后后面再用一个偈来讲，为什么要造这一部论？好，那这个是我们在讲归经三宝偈的时候让大家知道，那么这个我们就擦掉，先讲这个佛宝偈好。等一下我们要讲法宝偈，就是在写法宝偈，然后生宝。好，那这里的佛宝偈，他说自度大道火重燃。好，先讲这个自度大道火重燃。那这个自度大道，就我们就大自度论。那自度我们讲过，就波罗波罗蜜。那它是大圣的菩萨道。然后大圣的菩萨道，所以叫自度大道。波罗波罗蜜是讲大圣菩萨道去的。那么通常在大圣里面，它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大圣起信论，它就分所谓的大乘跟小乘，乘是称的意思，就是它以利益众生，然后带更多的人解脱。那么我们说这个自度就是波罗波罗蜜，因为它是解释波罗波罗蜜经的，解释波罗波罗蜜，所以它告诉你。这本《波罗波罗蜜经》这样的观念、这样的修行方法，那么基本上是从哪里来？从佛而来，就是这样的修行。我们说《波罗波罗蜜》是之前有讲，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波罗波罗蜜经》，《波尔波罗蜜经》那么这个是从哪里来的？从佛所证的。佛所说的跟佛所行的，它的来源就是佛所证的，佛所说的，主要是佛所证跟佛所行，当然也包括佛所说。佛说的，佛说的就是说他所证的，佛所行的。那我们说佛说的里面这个经里面。基本上，这个是所谓的道理，这个是所谓道理，那么证的这个真理，真理是什么？他说一定会说两部分，第一个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什么？应该这样，写这样没关系。真理是什么？什么是真理？缘起无我是真理，那怎么是什么是真理？那当时很多人。不一定讲的真理不一定就是各个学派、各个宗派，或是当时的所谓六十万道、九十六万道，各个认为真理是什么，讲的是不一样那佛法当时讲所谓的真理，我们简单讲就是缘起无我，或是从三法印说，或是从四谛说，或是从中道说都可以就是缘起无我。那么怎么证得真理？如果我们才能够证得真理？佛弟子常常。你说无我，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见到无我？因为像这样，你要怎么样？我要怎么修才能见到无我？你说无我才能解脱，无我才是实相，那我要怎么做才能见到？因为像这样，如何证得真理？真理是什么？那如何证？基本上主要是这两部分那佛说的无外乎就是佛所证从我这种从中出教。从他这个知道，原来是这样。他告诉我，那么戒教悟众，这个我们叫做依所证来说出来，这个叫做从中出教。真理是从他证的说出来，从中出教。佛从哪里？现在讲这个东西，从中出教。那现在这个教是指《波罗波罗蜜经》。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大道，这个教，等一下来讲道这个概念。这个教是指波罗波罗蜜经，而且是我们说的大品波罗经，大品波罗波罗蜜经。因为波罗经其实还有很多层次嘛，还有很多种说法，我们说原始波罗下品、中品、上品，讲的不太一样，但是我们说的现在明确的定义就是指这个，三十九的这个摩诃波罗波罗蜜经，中品波罗，这个是中品波罗。那么，这个叫做从中出教，因为证的什么？
么用言语把它说出来，从中出教，然后告诉你，告诉你，告诉佛弟子，你怎么样证戒教悟宗，这个叫戒教悟宗，借由这个教，然后悟得这个真理，这个叫戒教悟宗，从中出教，戒教悟宗，教就是教，教说，这是我所说的戒教悟宗。啊，这个如果从波罗来讲，它就是十相波罗。十相波罗，这个如果来讲，叫做观照波罗。观照波罗，那观照波罗是从我所说的是吧？这个叫做文字波罗，就三种波罗，三种波罗：文字波罗、观照波罗、十相波罗。一文字波罗起观照，一观照正十相，就这样。那么基本上佛说的经里面啊，偷偷在讲这个真理是什么？怎么证得这个真理？啊，或是我们从众生的这个层面来讲，啊，我们为什么会有苦？怎么样可以灭除掉这个苦？啊，就讲这个。啊，所以佛法叫做灭苦之道。好，那佛所说的里面啊，那么这些它一定包含三个层次，啊，就是我们讲佛法的理论跟宗旨。就是他这些部分，然后他的修行的方法跟次第，佛法的理论跟宗旨，从佛所说的这边，那么他一定这个经啊，我们把它叫做经，佛所说的后来我们都把它叫做经，不叫做法，其实就是法，佛所说法，佛法，佛所说法，啊，这个法，我们后来把它叫做经，所以叫般若波罗蜜经嘛，解脱的方法。那其实就是佛所说的法，佛所证法，佛所学佛法或行法，我们通常用经来说明它。那阿罗汉讲的也是会叫经的，但基本上经。那么这个经，这个经它多数都有这三个层次，特别是大圣经，修行的宗旨，就是佛法的宗旨。就是我们可以讲修行的宗旨及理论，修行的宗旨跟理论，修行的次第及方法，修行的方法跟次第，它一定有方法，方法中一定有次第，第一步要做什么，第二步要做什么，啊，比如说菩萨道是六度，六度四摄，六度的第一度叫做布施，那布施要怎么样配合契合，契合无我而布施，不住受身相位处而行布施。就讲这些修行的方法和次第。啊，宗旨戒律就是他依三心行六度。那，啊，为什么要这样讲？啊，那么修行的殊胜跟功德。啊，我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啊，会得到什么？会拥有什么？啊，功德会有什么作用？就是啊，可以解脱啊，可以成佛啊，或是种种种种啊，可以有现世乐，有来世乐，有究竟乐，可以有现法涅槃啊，可以有究竟涅槃，通常都是这样。那如果依大比波罗蜜来讲啊，我们讲，现在就是我们讲这个大比波罗经，然后这个经它通常一定有这三个。那我们通常没有，我们就是诵完经就有功德没有？它一定要依次第。所以你看，所有的经，所有的经前面都是如是往文。好，我们把这个讲一下，下午再讲。前面都已经是往文，然后中间已经是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啊，到讲之前，就是这个是我从佛那边听来，佛所说的。啊，佛从哪？佛说的啊。然后你要仔细听，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啊，就是仔细听，而且要听清楚。啊，我讲的跟你想的不一样。不是我讲的跟你听的不一样，那就不一样，就不对了。谛听，谛听，而且你要善思念之，善思念之，啊，你不但要听清楚，而且要听明白，想清楚，要想对，然后最后他就开始讲，讲完之后一开始经典都是这样啊，如是我闻，然后谛听，谛听，善思念之，然后开始讲这整部经的修行，整部经的方法。然后总是要功德，最后还会跟你讲，最后怎么样？
稳候大家欢喜信受，依教奉行。就是你听到欢喜信受，就是你听明白、听清楚，你才称欢喜嘛。你才知道怎么做嘛，相信，而且怎么样受持，欢喜信受，然后呢依教奉行去做，做了之后就得到这个功德。你听清楚了，所以你修行的宗旨这些都听清楚了，你会欢喜信受。那么修行的方法跟次第你明白了啊，你会依教奉行，你才知道，你才知道哦，这种经教啊怎么做怎么做，我们要怎么做。所以后面就是什么啊？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就是欢喜信受，依教奉行。依教奉行，那依教奉行，你就会得到什么？得到修行的殊胜跟功德。但是他之前会先跟你讲，你这样修，你明白了，这样修之后，你就会得到这样的功德。那你听了欢喜信受，依教奉行之后，你真的照这样做，你就会得到这样殊胜跟功德。并不是把经诵完就有功德，不是哦，啊，所以你要知道，它经都是这样的。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后面就什么啊？欢喜信受，依教奉行。所有的经典都是这样啊。然后依教奉行。那我们都没有，我们都是听了也很欢喜，但是你不晓得他在说什么。那你也相信，但是你基本上你并不是真的是，你真的不是，你不是因为理解而相信啊。那受持，受持就是把它意识在心里面，你随时知道，随时想到，随时知道。然后你依着这个修行的次第方法，然后直接去做，做完了就得到这样。就好像我跟你讲，这个水多好多好多解渴多滋养多清凉，你要喝了才有，你不喝没有啊。你把那个我跟你讲的再复诵一遍也没有。你要实际喝的，这个就是依教奉行。好，那这个我们下午再来说啊，就是这个现在在讲佛从哪啊？这个般若波罗蜜这个大圣的菩萨道的说法是从佛而来的。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东西啊，还有个解释。好，先下课。